嗱，呢個青檸檬就唔係青檸啊，其實一個未熟嘅檸檬，因為琴日摘咧，佢又跌埋落嚟咁啊，攞埋食唔食得咧？都食得嘅，佢都酸噶嘛，都有檸檬味嘅，啊，都有檸檬味嘅。咁我當然唔會嘥啦，都會食咗佢啦，係嘛？所以有時咧未熟嘅係嘛，都係有用嘅。OK。最近咧睇咗個新聞咧，就話香港有個少年咧電競啊，即係嗰啲電子競技啊嘛，哇攞咗冠軍。咁佢之前未得咧，周圍揾人去贊助，冇人睬佢。但係當佢攞咗冠軍，就當然冇問題啦，係咪先？所以有時真係你未成名咧，就要有人睇得起你，係嘛？你雖然係千里馬，但係都要伯樂。是不是是吧伯樂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是吧故須有名馬子欲落於奴隸人之手不以千里稱也是吧我唔知有冇記錯咧，所以有時啲少年、青少年咧都要留意，係嘛？俾機會佢，盡量幫，係嘛？盡你嘅力去幫佢。OK， 咁佢當然佢唔使理，佢都可能會成功啦。可能今次好似今次打玩電競呢個少年係嘛？冇人幫佢，佢自己打出名堂。OK， 佢出咗名你就知啊，係嘛？好似阿潘展樂噶嘛，嗰日游水，瞧不起我們，好像好像啫，唔係一定嘅。跟住咧，把他們全都拿下，係嘛？拿下的時候，誰敢瞧不起你啊？誰都要理你，係嘛？開始就不理我們，係嘛？當你攞咗冠軍，邊個敢唔理你啊？係嘛？但係之前咧，假如你發現一啲係咁樣有潛質嘅，就要去盡力幫，係嘛？咁令佢更加容易成功，同埋快啲成功。OK， 咁佢成功對於我哋都有益噶嘛？係咪先？對於大家都有益噶嘛 ？OK。